玩一个大的，这个箱子是搞不下去的，我们现在就等何必晴回来看他的反应。何必晴，你快帮我忙。干嘛？我朋友放在这里，你俩一起陪我搬下去。哦，这样吧，你一起走，好，往前推。老娘，嘘，他好像要过来了。喂，哦，好，马上到。他怎么走了？闺蜜就应该有福同享。哇，这个人真的好坏啊！对啊。是，前面已经上车了。啊！激光棒！安排。你需要帮忙吗？滚！激光棒要想整我，今天必须给他教训，不然等他过来。可微信过来给你变个魔术，
把这纸撕了放手里。你想干什么？可以帮你把它复原。真的假的？吹口气，再大力一点。妈呀！像一个傻逼。